啦。那我跟你讲，还是在我的床，还是在我的位。你跟我解释为什么他在这边？没有，我没有看过他，我那里懂。为什么他会？我真的，我刚刚听到狗，我怕，你知道，我真的怕。你我没有下面讲，他睡，我不懂，我跟你讲，我昨天穿这套衣服睡觉，我现在我如果我做我。Hello， 大家好，我是米斯，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二整 Ryan 了嘞？最近我们都走比较 vlog 的 style， 就很多的你们都一直问我，米斯你到底其实要玩一下那个废柴？那么今天呢，我就来啦。这一次呢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要邀请一位我从一个交友软体的软件认识的一位朋友一起来捉弄 Ryan。那么呢，那个交友神器就是欧蜜啦。那么欧蜜呢，就是我们年轻人首选的一个交友软体。听到交友软体，你们是不是会往不好的方面想呢？因为它带给我们太多负面的印象了，例如约啦，还是诈骗啊，骗钱骗感情的地方。但是你在欧蜜呢，就可以安心使用，因为我已经 try 过了。还有，最重要是欧米里面的素质还有颜值都很高，所以现在呢，我就要来给你们看看欧米里面的俊男美女们呢，就打开他的 homepage。Oh my god, OK, 一打开 homepage 就可以看到这个男生，他那边就写 He has a crush on you, 就是我 Oh my god, 而且是一个帅哥哦，然后我可以再帅，哇，这个是小鲜肉吗？这根本就是小鲜肉，你们看都是非常帅的人，而且他们的打扮呢，他们衣服的穿着就是非常的年轻化，不会好像那种其他坏叔叔啊那种样子的，然后你们可以再刷，就全部 Oh my god, 全部都是小鲜肉，真的是很有眼福。你们要看原图，自己去下载欧米 app 来看啊。而且我发现到欧米的用户都蛮有 taste 的，颜值都非常的高，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就知道了。现在呢，就有好消息来带给你们啊，就是他们有在做 giveaway 啦，有五位幸运儿可以得到一个月的 premium。那么要怎样赢取呢？就是点赞这个影片，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在留言那边说。之后我们就会选出五位幸运儿，你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月的 premium， premium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等着你们去探索， OK。 好啦，今天我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呢，就是我约了我在欧米上认识的一位女生， OK， 她是女神，因为她真的是很漂亮，所以等下我期待我见到她，我觉得应该也是会很漂亮。那么今天我要来做什么呢？就是我要邀请她来我的家，然后 Ryan 是不知情的，在 Ryan 睡觉的时候呢，我就叫这位女生偷偷的躺在她的隔壁，对，就是躺在我的床隔壁，然后看看 Ryan 的反应是什么。嗯哼，所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半夜的到来吧。Let's go. 24 hours later. OK， 大家，现在呢已经是半夜时刻了，然后我遇到女生终于来到我的这里了。嘘，我们现在讲话呢要非常的小声。所以你懂今天的计划是什么吗？什么？今天的计划呢，就是我要邀请你来这边，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玩我的男朋友。Oh my god！ 很简单罢了。等下哦，你就是在他旁边睡觉罢了，就这样简单。在他旁边睡觉，然后看起来就像有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在她的家里，还出现在自己的床上，她的反应是什么？你还没有介绍一下自己，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我是 Patty，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啊。讲真的，她跟照片真的没有差，是不是很漂亮？是你要诬赖她，你知道吗？她醒来，她一定不懂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诬赖她，你就可能装傻还是什么，讲啊是你又来我的家，然后我一进来看她是什么反应。会不会很好玩？抓奖啊！
昨天在传真实版，我们要合作。One eternity later. 谁？我操！那你突然就问我是谁了 ？What the fuck？ 啊？你没有，你这不，你是谁？你昨天不是叫我过来，然后你现在问我是谁？我天！我操！我操！没有，怎么你在我的房间里面？米斯？你是米斯？什么谁是？没有，怎么你在我房间？你是在哪里？哎，是你叫过来的。我没有，我没有叫你过来。你是叫我没有，你跳口。我谁是米斯？我没有，我昨晚没有动你啊。我没有，那我不要你不要。那。可是昨天晚上我们都什么东西？你做梦了？你干嘛？我昨天做了什么？那个，忘记了吗？我跟你，哦，不，我没有印象，怎么会这样？那你是在哪里？我，你，没有谁，你就，爆发，没有，我，他怎么在？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啊！我跟你讲啊，你不要乱来。他是谁？是谁？你是谁？他是谁？你怎么叫来？谁来的？我是。我女朋友那谁？喂，谁？什么谁？你谁？他跟我讲他有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他米斯，怎么他在这边？有一个陌生人在我的房间，我跟你讲，还睡在我的床，还睡我的位。我刚刚听到乒乒乓乓，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没有在一天，我跑去回我的家睡一天。对你刚刚你所以他们讲七年之痒是对的啦，你跟我解释为什么他在这边。你在这边？他是谁？你的朋友？没有，我没有看过他，我哪里懂？你为什么他会在这边？我哪里懂？你怎么在这边？我给你解释，我你不要一直推给人家。我没有推，你讲，我真的，我刚刚听到狗，我就不怕，你知道，我真的怕。然后我要睡，他就说不是的，你来的，我真的，你不要乱来啊，我跟你讲。你怎么乱来？你才乱来，你是下面的。我没有下面的，我跟你讲，我昨天穿这套衣服睡觉，我现在我如果我做我真的没有你谁？他谁？我不懂。我不要玩我，我这边都冒汗了，我跟你讲，我这里怎么冒汗你摸？我这边真的冒汗你摸？你摸真的？他是谁？你是谁？你他是谁？睡到有人来我们家都不懂。我的天！我昨天是不是跟你？你不要解释，你这么解释就会叫慌张。他们讲有做错事的人才会慌张。我
装，以你的样子，我哪里懂？你跟我解释，他怎么在这里？他就是我前台的人。快点，就躺在你隔壁，你的感受是怎样？我是迷失，刚刚才抱我。那我没有，我跟你讲，我没有抱啊，我哎呀，我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抱。你竟然还动手动脚？我动到他突然间咿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你是动态咿呀了，你是不是你想你啊不怕啊难打？耶，我们的。你懂吗？刚才你们在里面，我一直在那个房这样子挺。原来你也怕他？没有没有，我不怕，我是挺我几次要进去抓奸。怎么你会认识到 Betty？ 跟你讲，没有啦。好笑。我们聊一个交友软体。就你玩交友软体？就你玩交友软体？因为我想认识新朋友。什么交友软体 ？OK， 所以我们这个交友软体呢，叫做 Omi 啦。就是非常开心可以认识到 Betty， 然后想问一下你用了 Omi 多久了？嗯，我用了三个月多，三个月多，你用了三个月就在上面认识到他，真的是倒霉了，真的是倒霉。Omi 不单只是可以给你们拿来 dating 的，它也是可以拿来交朋友，你们也是可以匹配到一些女生啊，你们也可以选择只是要男生啊，要女生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三个月里面体验了 Omi 的感受会是怎样？ OK， so 我那时候一下载 Omi 呢，我就有 set 成说我交朋友都不分性别，啊，不分性别，我选男生也选女生，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整个软体里面上面真的蛮多帅哥，而且也很多美女。对对对，这个我认同。刚才我在算的时候，就他们的穿着打扮是很有 taste 的，不像那种怪叔叔，很奇怪，奇奇怪怪的。对对对，感受是是是。然后就认识到米斯这个美女啦。不信，这个是不信，什么？So, 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经验，我发现说，这 Omi 就可以真心交到蛮多的朋友，就是大家都是发自内心交朋友，都是很 nice， 然后蛮有素质的，不会问你奇奇怪怪的问题。就是真的是因为就是想要了解，就认识多一点朋友的。因为我也是有偷偷玩了差不多。OK 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Betty 来跟我参与这个计划。然后记得我们这个影片是有 giveaway 的，如果你们想要参与这 giveaway 的话呢，记得根据我的步骤，刚才我讲了的去做啦， OK。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